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我们这牌匾已经安上了，雷雨三餐品，不错吧？这是我跟潘宇一起研究设计的，让厂家给做好的。然后现在屋里都比较乱，还有刚到的柜子，现在也开始组装了。这是主商的柜儿，这两天我不收木耳去了吗？然后那个柜儿是我老丈人来帮给装的。这一天给装了这些，还有一些活没完事儿。完了，我说我来就行了。现在就是准备把这个柜儿给它装上。你这不蹲的不得劲儿？啊。要不我蹲的咋？行，不行，慢点。这后面有点缝，对的不齐，然后用胶带给它粘一下。差不多，我就想给它粘上。固定一下呗。对，刮到点就行。对，按差不多了，还挺好看的，那个柜子我觉得还不错，跟我的这个收银台还特别搭。我姑现在帮我贴那个小字儿呢，收银台也是这种木子的颜色。这一进屋，两边都有柜子，啊，这边是两个，然后这边是属于收银台。刚才来的这儿都已经粘上了，完了还有一个新来的这个打工人，打工人，我老弟张天，天选之子，正好赶上他今天回来了，在家能待两天。这我媳妇和我姑把地都已经收拾干净了，又非常好，还原了。接下来我再准备把这个饮水机给它修一修。它这个现在只能上水了，不能加热。上车。不加热你得看看谁，另外怎么样？上九阳这儿来修去的。靠碟的福利咋样？啊？还能玩儿的靠碟的福利。哎呀妈呀，又拿回来了。修好了吗？没修好。没修好你？哎呀妈呀，大张旗鼓拿回来了。他人检查完了，啊，是壶的事儿，啊，不是这个东西的事儿。那壶不好使吗？壶不热了。对，壶不烧水了。然后他说你换一个那啥就行，换个壶就行。这张天回来了，得安排他吃顿好的呀，来吃点烤肉，正好我也能解解馋了。点吧，张天。这是肉，看肉张天，打开看肉。拿肉。牛肉吧，那个是。黑胡椒牛肉那个。他家的菜品可多了。上菜了。可愿意在他家吃了。这烤肉，还有蘑菇、鸡蛋。那个我里面，在林口跟我哥吃的，不给吃。对，好的，来吧，以茶代酒给老弟结婚。来吧，来一杯吧，来一杯。好长时间不见了，欢迎你回家了。欢迎啊，谢谢。好久不见。这张天是我弟弟，然后这个李明翰是张天的弟弟，我们都相差六岁。从小都认识，从小都认识。都是我们家那儿的。你都认识好吗？快吃呗，快吃吧，动吧，动。